对决，这是在地对框架，这是服务对口水，这是正义对抹黑。我们台湾不需要那么多的抹黑，那么多的造谣，更不需要用口水、用空战来摧毁候选人，更不希望在平日没有任何的贡献，只靠选举的活动就能够赢得选举。我们希望这次在地的严宽恒、服务的严宽恒，有180项政绩的严宽恒，正正当当、好好的选举的严宽恒，能够赢得选举。那最后的阶段，我们不管每一个后援会的成立，或者每一位我们的好朋友，都希望大家多打几通电话，多做的努力。那严宽恒现在更在各地拜票，我们也希望用在地一步一脚印，用实实在在的陆军对抗民进党遏制的网军，也希望台湾正义的力量都能够来支持。于本人说可能会临近站台，这个你要在干嘛？啊！各位在座，各位听众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冠廷。个人的事，个人的抉择，我都没有意见。尤其党派，他爱去哪个党，他要采取什么政治态度。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，我们祝福他。反正他已经不是国民党的人了，就他个人意志了。随他去吧。